啊，鲜花妈妈她已经发过了。哎，有点像一个明星，那叫谁？我怎么到嘴边说不出来了？反正就是一个，来看这啊，他想干嘛的着急着。想要说大哥能给你放下。哦，你的那个什么，哦对了，你的那个神情有点像海清。神情海清。嗯，是吧？那您确实是有点像。你老实点行不行？你这样叔叔生气了，不给他花了。看这，看手机了，啊？嗯，看手机了，啊？你打开它，你眼光没变吧？我有关，你没带你接。加个充电宝，这可以。一会儿吧，马上都好了。他其实不用看我，其实孩子的话已经画好了，孩子已经画好了，现在就是你也差不多了，马上都到我哥了。叫仙摊子啊，还坐了一会儿，来到你了，我笑一笑啊，对，三二一，好香啊！